中浩同學，你之前轉過三間學校？係啊，唔得啊！我讀書分分鐘多過你添啊 ，Miss。仲要係因為打交同偷試卷？佢哋小題大做啫，你哋驚嘅，我咪唔讀咯。其實我哋學校出名師資優良、校風淳朴，歷屆仲出現過唔少三好學生㗎。我相信你嚟到呢度一定會幫我。慢啲啦 ，Miss， 我唔受呢套㗎。如果不是我老母跟我说一定要来读书才给钱我使，你觉得我还会不会在这里听你废话了？仲豪同学，学校是一个讲礼仪和规矩的地方来的。哦，司马仲豪讲的就是规矩。咪住，我们校长很有威严的，他教到我們的學生都很乖很聽話的。我點？我信你一定會乖的。三好學生，校長來了。校长，这个人由那天开始，我的人生就被校长所感染。我立志要努力读书，在屋企读书，在班上面读书，在公园读书，在厕所都读书，最后我终于攞到三好学生。恭喜你啊，司马仲豪！我都话你一定要乖噶啦。中了！校长，咩事啊？在六月一号六点钟有咩做啊？我梗系温习啦。温习？点解呢，校长？唔好意思，职业病。在六月一号六点喺澳门综艺馆有太阳城集团昆仑决世界极限格斗大赛睇，到时我会其中一个拳手，你会唔会嚟支持呢？支持，梗系嚟支持啦！我自己一个嚟支持啊！自己一个。又点解咧，校长？咁刺激好睇，你梗要叫多啲朋友嚟睇噶啦。我冇朋友噶喎。你冇朋友？啊？哟，大家好，我系阿租啊。嗱，咁我而家手头上咧有20张嘅太阳城集团昆仑决世界极限格斗大赛嘅门飞。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睇啊，可以喺呢度留言话俾我哋听。Yo, 到时见 ，Peace out。